从前在一个遥远的五行元宇宙之中，生活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小生物，他们在阴阳交替之中维持着五行互补平衡的生活。不过好景不常，有一日十指琴魔 KJ 突然降临元宇宙，还将维持着五行元宇宙平衡的魔笛变成魔琴。十指琴魔 KJ 弹奏魔琴，制造出大量属金的魔音，搞乱了整个五行元宇宙的生态平衡。为了恢复五行元宇宙的平衡，五行小生物需要重新学习他们的身体和大自然和五常道德的特性，了解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互动关系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五行小生物发现身体的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的奇妙联系，怎样配合平衡的饮食和食相对应颜色的食物去保持身体健康。最后五行小生物利用五行知识，将十指琴魔 KJ 变成十指琴神，令颠倒了的五行元宇宙回复回本来五行平衡和谐的面貌。Metal, wood, earth, water, fire, wood, earth, water, fire.